咱们上那边去埋伏，上那边等着他杨大王。走。 别看见，别看见，俺是冯武。你是赵连长吗？俺是。俺连长来这找您。这是？这是俺们八路军游击队。咱去哪儿啊？等。等啥？枪手。
在正前方的50米处，二小队到西南方向30米处埋伏，其他人跟着俺匍匐前进，谁要是放屁咳嗽，俺宰了他全家。老婆跟真相该来了。在你右手后面站在一个大松树后头，真是活诸葛呀，真是神了。冒啥呀，冒啥呀，冒啥呀。
枪不杀。马英，装什么糊涂？是你被包围了，跑！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嗯，
老孟，你要敢杀了我，日本人宰了你全家！啊，宰了你全家！我是老光棍，哼，要什么活的呀？队长，你来了。啊，原来是冯五华。开门。是。二虎兄弟，想不想喝两杯？哎，这对眼路子，来来。俺给你倒。俺自己来。八路的中队长，杨大队长呢？杨大队长追马英去了，让我们先送俘虏回来，快把吊车放下来。
知道这是什么。放武器，亲眼看见你画的。这是俺在杨大王八的身上找着的。真想大按黑枪啊！这是个误会，我瞄准的是你身后的敌人。他的歌声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。我的家乡出产的稻米长崎一带非常的有名，现在正是插秧的季节。我的父亲和村里的男人们会一边打鼓一边唱歌，我的母亲和村里的妇女们会站成一排，跟着鼓声的节奏一边插秧
跟着男人们合唱，给母亲插秧的动作非常好看，就像舞蹈一样。将来如果有机会，我请你去我的家乡长崎，吃我母亲做的饭团。啊！萧家真失手了，大队长杨百顺，镇保。苏建才和我们失去了联系，炮楼也被老百姓烧了。我的都知道了。敌国海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，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开始反攻了。你得说得对，我们在战略决策上确实有失误。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光芒现在开始消亡了。人算不如天算。干杯。进来，杜志伟，俺来了。我要祝贺你，仗打得不错。那是杜振伟，指挥有方。我就知道，杨百说他不是你的对手。那当然。杜振伟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当年你救了俺，俺早被中村和汉奸刘给埋在萧家镇了。这口气憋在俺心里好几年了呀，俺都快憋炸了。这回，这口恶气俺是算出了。杜政委，你把俺叫来，是有啥新任务吧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。大县城，对，哎，你猜就是大县城吗？来，说说怎么打。俺早就心里盘算好了，跟您汇报汇报。喝口水。啊，杜政委，你瘦了。你听听啊，第一，集中全县兵力，县大队，还有七个区的游击队，加上各区的武装民兵，一共有1000多人，短期培训，以适应大规模工程的需要。第二，联络镇静之在城里的地下党力量，里应外合。三，为了摸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，俺准备。不用，郑经军同志已经替你调查好了，都记在这儿了。那敌人的兵力部署，你看看吧。详细啊，鬼子加上伪军，加上汉奸刘那两个中队，在兵力上俺们占优势啊。你说的没错，兵力是占优势。可解放县城内线工作是关键，所以你的第二步应该按照第一步来走。
要和郑廷芝同志制定好作战方案，这样可以避免吸引敌人的注意力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杜政委，俺知道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还有别的困难吗？没了。如果有，你就尽管说，否则我可能就帮不了你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说，杜政委，能不能让分区调点部队，帮俺阻击衡水的鬼子呀？打阻击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已经抽调了两个连的兵力，配合你打阻击。杜政委，你心里早就有谱了嘛。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还有一件事，杜政委，苏建才怎么处理啊？枪毙，我们只能怎么办？可惜了，他曾经是一个多么好、多么可爱的同志。可是老马，你得放下包袱来，好好的打好枣林这一仗。我还等着你拿着中村的指挥刀来给我送行呢。那没问题，我一定拿着中村指挥刀来给你送行。送啥行啊？你要调走啊？告诉你个秘密，不许说出去。啥秘密啊？我这病啊，没救了，最多再活一个月。不可能啊！我听你咳嗽，听了多少年了，说活多久就活多久啊！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我昨天把军医摁在这儿，好好的审了审他，他全照了。我不是装着轻松，我是真轻松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病折磨人，这仗我是赢不了了，赢不了，所以你得把仗打好了，明白吗？这仗不好打，还不定咱们俩谁能活过谁呢，对吧？杜政委，那军医叫啥名字呀？你把他说的话当个屁给放了。你得等着俺，等着俺把中村的指挥刀给你拿来。我尽量。你得等着，等着俺。报告，刘三，又有坏消息吗？又有两座炮楼失守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还有60名皇军，皇军
一一当是。司令，游击队传出消息，苏建才已经被捕，明天要执行枪决。子方已经没有价值，我建议他可以放了。不，那这男人因为他而屈从于我们，现在他的男人不在了，他还要继续屈从于我们。我李会把他送去当慰安妇，在那里才是他这样的女人最适合的地方。不，中村司令，我们答应过他的男人，绝对不会伤害他。我们都是军人，这样做会失去信任。信任？苏建才从来就没有信任，只有利益。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。六嫂，我李警告你，对这种只会拖累男人的女人，你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可是中村君，六嫂，这是命令。